腾讯体育7月26日讯，为首席数据分析师柯怡于今日发表微博声明辞去职务。在早前，一名微博博主爆出柯怡日常工作期间沉迷其他游戏和私下男女关系混乱，或成为整个事件的导火索，而这或许也是为夏季赛成绩不佳的原因。曾担任过微与外界辅助位的柯怡，在今赛以首席数据分析师的身份加入微教练组名单，而爆料者称，在任职期间，柯怡每天都会早起玩其他游戏导致，而且在私人感情生活上不负责任，存在着欺骗行为。此事被曝光后，给刚刚获得主场首胜的微战队形象上带来很大影响，而柯怡也深知愧对爆料者和战队，便主动提出辞去数据分析师职位。在进入夏季赛以后，微战队从一线战队跌落到联赛底部，状态低迷，致使积分排名位列倒数第二，不少粉丝表示非常失望。数据分析师担任的主要职责就是分析大数据，从而指导队员日常训练的方向和 BP 策略，而此番事情的爆出也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微本赛季的糟糕成绩，可能与柯怡的此番行径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此次柯怡辞去职务，微也将重新招聘数据分析师。由于夏季赛常规赛前半段表现并不理想，现阶段微挺进季后赛也是毫无可能。新数据分析师的加入，或许能以改微打法混乱的面貌，通过精密的数据分析，给现阶段微指出正确的训练方向和 BP 指导，将往日微的状态找回。谋斯内克 The End 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